下面我宣布思想家杯庆香港回归20周年 CCTV 我爱你中华一带一路文化艺术盛典开幕式暨全球分会场启动仪式现在开始。首先请全体起立奏国歌。香港商报、百度视频等300多家媒体支持报道，在此首先感谢 CCTV 我爱你中华节目组能够亲临现场，同时感谢香港分会场的总冠名商吕大集团、思想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对本次盛典活动的大力支持，感谢宾华仙草等企业团体对本次盛典活动的友情赞助。正式介绍邀请出席本次活动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永康。刘永康先生因为飞机延误现在无法抵达现场，但是他在电话里面祝福我们的盛典圆满成功。中联办副主任殷小静女士，以及全球富豪联谊会执行会长华盟组织总部副主席具国盛先生。中国光彩基金董事长肖胜宽先生。著名网络负责人刘思展先生。金格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CEO 谭文志先生。同样让我们有请出抗日远征军女英雄吴伟女士， CCTV 我爱你中华一带一路文化艺术盛典全球分会场总导演田军先生，全球富豪联谊会执行会长华盟组织总部副主席具国盛先生，香港特别行政区黄埔军校同学会执行会长蒋真先生，吕大集团总裁中华旗袍协会会长祝玲燕女士，著名电影家知名艺人石天先生。让我倒计时，有请几位共同为我们启动 CCTV 爱我中华我爱你中华一带一路文化艺术盛典开幕式的水晶球，让我们倒计时，5 4 3 2 1